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过完新年，过完元宵，春节正式结束了。这里是 FM90.9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梦起地。相信一定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收拾心情上班上课，无论如何一年之计在于春，祝大家有个平安健康事事顺利的羊年。过年前有一张新的唱片发行，不到三周已经占据了销售排行榜的冠军。我在这张唱片发行的当天，就是小年夜，被邀请上了有台的节目接受访问。我上星期在音乐梦CD也迫不及待地介绍了这一套 CD， 真的值得纪念珍藏的 CD。上星期有听音乐梦CD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是什么 CD 了，没错，就是凤姐凤飞飞的《凤生岁月》双 CD。上个礼拜播出之后，感谢很多凤姐的歌迷在网络上面留言，谢谢你们还记得我。其实还真的要谢谢写文案的光宇哥，因为这些资料对凤迷来讲都是很珍贵的。今天我要把其他上星期还没有介绍过的老歌介绍给大家听。这六首歌早在1997年就录好了，但是一直没有发表过。如果你还不知道这双 CD 的朋友，如果你也曾经是凤姐的歌迷，今天就让你回味凤姐的声音。但是播放这些老歌之前呢，先为你播放这首大家都熟悉的歌。为什么选这首歌呢？其实原在1989年在香港帮凤姐录制这首歌就认识了凤姐。心肝宝贝，凤姐的宝贝儿子就在那年出生了。来，一头落下。
为什么到了今天还是有那么多的歌迷怀念凤姐呢？她受到歌迷的爱戴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凤姐在下了舞台，离开了镜头，她从来不会摆出一副巨星的姿态。如果说凤姐是巨星，这一点都不会过分。但是如果只是出了名的巨星，可能有很多粉丝，很多歌迷，但是不一定受到粉丝或是歌迷的爱戴。只有成功的人才会受人爱戴。如果你认识凤姐，了解她，知道她的做人做事都是用心去做，你就不难了解凤姐成功的原因了。她做人做事的方法，我称之为凤姐精神。真的希望这种精神在演艺圈可以流传下去。现在为大家介绍凤姐用心唱的这首老歌《心语》。
我永远都记得1989年4月1号那天，因为那天我离开了香港，到了台湾，开始另外一个新的生活。但是那天早上，我是提着行李回到我的旧公司，香港的 EMI 唱片公司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那天早上，我还要回到录音室把凤姐的母带剪好，我才上飞机飞到台湾跟滚石唱片公司报到。从那天开始，整整14年跟凤姐没有见面，直到2003年她的35周年复出的时候，我们又结下了不解之缘了。其实在香港帮凤姐录音的时候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录音师，而她已经是巨星了，她从来不摆任何的架子。我记得她一两个月就会约我跟 B 嫂出去吃饭喝茶，每逢过年过节总会送我们礼物。凤姐就是那么细心，那么温暖的人。再为大家介绍一首凤姐唱的老歌，刘家昌老师的《我家在哪里》。
凤姐离开台湾嫁到香港，她已经是一位天王巨星了，但是她从来不会因为那些成就而满足过。她是一个逐梦的人，追梦的人，她从来没有停止想过更多演艺事业上面的突破。她勇于尝试，勇于学习，总是希望给观众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凤飞飞。凤姐是很土根的台湾人，但是她连英文都可以说得好好的，那种尝试、不怕苦、不屈不挠的精神，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我记得有一年的演唱会从高雄开始，走在舞台上面彩排的时候，她走舞台上面台阶的时候踩了一个空而扭到了脚踝。他把彩排弄完了再过去看医生，结果脚踝肿得非常严重，而且要包起来，走路疼痛更不用讲了。结果还是忍痛把演出完成，而没有观众发现，这就是凤姐精神。好吧，我们再来听一首凤姐唱的60年代的老歌《梦》，我们跟凤姐一起逐梦，一起追梦。人说人生如梦，我说梦如人生。短短的一生，你快乐你兴奋，匆匆的一场，你悲哀你苦闷。帝皇的尊严和乞丐的穷困，山峰上的白雪，海底里的奇珍。当你从梦中醒觉，你已走完了人生。人说人生如梦，我说梦如人生。短短的一生，有聚合有分离，匆匆的一场，有苍老青春。生肖的光明和清早的云晨，地狱里的天使，天堂上的幽魂。当你从梦中醒觉，你已走完了人生。聚合又分离，匆匆的一场，又苍老又青春。生肖的光明和清早的阴沉，地狱里的天使，天堂上的幽魂。当你从梦中醒觉，你已走完了人生。
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凤姐唱的更老的歌曲，这首歌是1945年的作品，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空军总部所征选的军歌《西子姑娘》，我们听凤姐怎么演绎它。过年前上光宇哥节目被访问的时候，在节目的空档和结束的时候，我们都有拍照留念，马上就被 po 上 Facebook。 其中有一张照片，我的双手拿着一张星巴克的咖啡储值卡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故事，就是2009年的凤姐的巡回演唱会是从12月开始的。我记得靠近圣诞节的那场演出，凤姐就请她的经纪人永存买了好多张星巴克的咖啡卡，一人一张放在一个礼包信封里面送给我们。那张星巴克的储值卡虽然已经用完很久了，但是它一直都放在我的皮夹里面，跟新的一张放在一起，所以我每次去星巴克买咖啡的时候都想起了凤姐。幸福在哪里？幸福在这里。这里。
不愿再分离。虽然远方更壮丽，我只愿和你相依。秀丽的远方不及和你这里是 FM90.9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音乐梦奇地。今天我们依然怀念凤姐凤飞飞，虽然她走了3年了，但是她的精神永远没有离开过我们。今天我们用她的歌重温过去的岁月，前面放了5首她在1997年就录好的老歌，待会我还会放1首。当时因为版权等种种的原因没有发行，今天我们帮他完成这个梦。凤姐虽然跟我们离别了，但是她的精神永远没有跟我们分离过。了解她的人跟凤迷们都应该最能体会我在说什么了。这首歌的歌词第一句，不到分离偏要分离，分离是真不得已。在
起分离也不容易，你也有情，我也早有意，为什么我听说爱还没有到时期，不到分离是真不得已，爱没分离又在一起，分离也不容易，心事离地永远的一步分离，永远的一步分离。凤姐是我的恩人，2003年做了她35周年复出的演唱会之后，从此我的职业生涯又开了一道大门，之后就陆陆续续接了很多很多歌手的演唱会了。但是做这么多的演唱会，心里面最温暖最踏实的就是凤姐的演唱会了。我在做凤姐的演唱会那几年当中，同时也在做梦工厂的总监。我从1997年做到2007年，到2007年，为什么我放弃了梦工厂呢？因为那年凤姐跟我约定了所有演唱会的档期之后，梦工厂才通知我那年要做史瑞克第四集。我几乎没有什么思考，我就推掉梦工厂这么丰富收入的工作了。为什么呢？凤姐曾经因为我的档期不行而推掉别人跟她邀约的演唱会，她就是那么重感情重情义的一个人，和她一起工作是一种享受。现在跟大家重温一下凤飞飞35周年的演唱会。
石材，三山路风吹微微，等待的人若袂来，心内真可以想袂出彼个人。是注定无缘分，所爱的伊，因何予阮放袂离？双鬓来山开，断肠时唱袂姐的每一场演唱会都是很用心的去挑选她的主曲，哪一首放在前面，哪一首放在后面，哪几首合在一起，都是经过她精心计算的。刚刚一组台语的主曲，现在为大家播放一组国语的主曲，我非常喜欢的一组主曲，月朦胧鸟朦胧，一颗红豆和星影，大家一起来欣赏2003演唱会。
刚刚讲到2009年十二月开巡回演唱会，凤姐买了那个星巴克的卡给我们。其实那年我们是鼓吹她赶快开演唱会，为什么？就是那一年的夏天六月的时候，她的先生因为肺癌离开了她。我们当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凤姐，我们就鼓吹她赶快开演唱会。直到他一忙起来就可以很快地走出悲伤，结果真的万万没想到他在悲伤的时候还可以有作品出来。我们来收听2009年演唱会他为先生所唱的这一首歌，每一次唱我都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眼泪，想要跟你飞。
我度过故事的圆缺，点点的泪像星辰挂黑夜，倒映在回忆里的画面。人分别，心跟随，我拥抱这份缘的深浅，回首看见生命的不完美，对你的感谢未曾停歇。你那里需不需要有人陪？你受不受得到我的思念？想要对你陪，不免搁再催，陪在你身边，我什么都不缺。你那里有没有人能聊天？我想要爱你疼你像从前，想要对你陪，天涯海角多远我都不累，牵你的手岁岁年。我拥抱这份缘的深浅，回首看见生命的不完美，对你的感谢未曾停歇。你那里需不需要有人陪？你受不受得到我的思念？想要对陪，不免搁再催，陪在你身边，我什么都不缺。你那里有没有人能聊天？我想要爱你疼你像从前，想要对你陪，天涯海角多远我都不累，牵你的手岁岁年年。时间是爱的延长线，交错着岁月无数离合悲欢，爱让我看透，考验后才能拥有幸福的梦。我有又在你的梦里面，我心里空虚看不看得见，想要对你陪，想要不敢安安听你讲话，亲像过去无改变，像过去无改变。凤姐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是她留下了很多凤姐精神给我们，她的敬业，他的亲力亲为，他的做人，他的亲切，他的真实，他的谦卑，他的礼貌，他的重感情，他的细心，他是一位感恩的人。最后送给大家是凤姐2009年幸福版的《祝你幸福》，祝福大家一整年都幸福快乐。今天的音乐梦奇地快要结束了，谢谢你的收听。
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。留下你的汗珠，创造你的幸福。留下你的汗珠，创造你的幸福。送你一份爱的礼物，我祝你幸福。不论你在何时，或是在何处，莫忘了我的祝福。人生的旅途，有甘有苦，要有坚强意志，发挥你的智慧，留下你的